原标题，同样是打农民军，明军投降满清前打不赢，投降后为何无比神勇？明朝军队在和后金满清作战中节节败退，把关外的土地丢失殆尽，最后只剩下吴三桂还勉强守在山海。李自成据照明军和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，也显得不堪一击。李自成的农民军本来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从未经过任何军事训练，也毫无作战经验，但是李自成从陕西出发，一路高歌猛进，直杀到北京城下，无人能挡，最终连北京城的守军也不堪一击，轻易就让李自成打进城内，逼了崇祯皇帝上吊自杀。但是当洪承畴、吴三桂等人带着农民军投降满清，满清让他们攻打农民军、攻打南明部队的时候，他们的战斗力却显得十分强劲。在追打李自成农民军的时候，李自成农民军基本上毫无还手之力，而且他们很快就把李自成的军队彻底消灭。接着吴三桂等就明军队挺进西南，张献忠的余部以及永历皇帝的部队也都不是吴三桂的对手。吴三桂一直把永历帝追到缅甸，并把他活捉杀掉。到了后来，吴三桂在西南地区实力强大，无人能撼动。由此大家可能便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惑，同样是打农民军，为什么在投降清朝前和投降清朝后，这些明朝军队判若两队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类早期的情况。如果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国家的部队被别的部落或者别的国家打败，那么被俘虏的那些人将成为别的部落或者别的国家的奴隶。在原始部落时期，本来是没有奴隶的，随着战争的推进，在战争中成了俘虏的人越来越多，因此奴隶也越来越多，于是原始社会就进入了奴隶社会。那时候当一个人成了别人的奴隶后，其日子是非常凄惨的，他将会戴着脚镣手铐一直在奴隶主的井田里劳作，不管他能够生产多少粮食，他都只能得到很少的一点。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，一直到死亡。展开全文，吴三桂拒照这样的奴隶，想改变他的人生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古罗马的那些奴隶为了能够获得自由，将不惜生命代价和猛兽搏斗，这些奴隶实际上大部分被猛兽吃掉，只有少部分能够打败猛兽，获得那些看客们的垂青，摆脱奴隶的身份。但就算是这样，他们依然愿意选择和猛兽作战，寻找那微乎其微的获胜机会。这说明当奴隶的日子确实十分凄惨，在他们看来，与其当奴隶，还不如被猛兽吃掉。我们再来讲一个事例，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天下群雄相应，纷纷独立的时候，秦朝的军队因为在北边修长城，以及在南边征南越，根本就没办法对抗各地起义军。于是章邯把那些囚徒聚集起来，让他们去和农民起义军作战。那些囚徒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，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，很快就把陈胜吴广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。那些六国部队也都不是章邯军队的对手，章邯军队甚至还杀死了起义军的总领袖项梁。要知道，章邯所带领的并不是秦朝正规军，而仅仅是一帮囚徒啊。洪承畴据照讲了这两个事例后，我们似乎就明白明朝投降清朝的那些部队了。当他们没有投降满清的时候，他们互相扯皮，互相拆台，互相观望，同时对皇帝怨声不断，觉得皇帝对不起他们，没有升他们的官，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粮草和武器，因此打起仗来就非常不上心，
当然也就打不赢了。但是当他们投降满清以后，要是在上古，他们就是奴隶，就是囚徒。那时候虽然没人明确说明他们是奴隶是囚徒，但是满清心里是这么看他们的，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这是作为投降者的他们身上的一个红字，他们在刀尖上走路，在火边舞蹈，一不小心就会要了自己的命，所以他们必须努力，也因此他们的战斗力变得异乎寻常的强悍，打起来异乎寻常的厉害。其实就算他们打了胜仗，建立了大功，他们依然胆战心惊，害怕被满清制裁。吴三桂为什么最后要造反？就是他心里害怕，只有造反了，当了皇帝，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，他心里才会感觉踏实一些。参考资料：明史、清史稿、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